北的酷手美食大比拼。对。那我去年有吃过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去年啊？我去年就吃吐司很久。等一下，我看这个会很想吐哎。这样多少你会吃？5000块，为了我的房贷。还不是为了那几个臭钱。你对细细长长的我不行，我不行。那如果你男朋友也细细长长，那不行。我们今天收到制作单位的任务，听说这家咖啡店红到全世界。哎呦，喝了，有那个你吸啊，你干嘛？我吃哪里了？好不好喝？好喝，但是我心里有点压力。